屏带的是我们最性感的性感女神安心妖。安心妖，心妖来了，导播导播，大家新年快乐。心心啊，做了两分钟，我们也做一下做一下，站在台上太累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心雅这一次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？面对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感觉，这样心得哦、喔，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。然后我刚刚表演完，就是有上台倒数，然后看到烟火，我就觉得太美了，就是美哭了，太美了这样。但是你应该现在是如释重负吧？也是，对，就是觉得告别2020，然后迎接一个新的希望的一年这样。对对，所以那时候看到烟火很漂亮，然后觉得哇，好感人哦，这样。你每年的表演都备受期待，那你这次光是服装造型，你有想破头吗？怎么样去呈现？想破头吗？没有到破头，就是有先抓一下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救星的感觉是不是？不是救赎的感觉是不是？对啊，是，真的好温暖啊。就是有打结了一下啦，就是想要突破以往的性感的风格，这样是是是，就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这也是你默默心里想的新年的新愿望吗？新年新愿望，对啊，就是希望很多事情都可以再更突破啊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做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，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完成梦想。就要跟我们粉丝说说话好不好？你的粉丝，新年快乐！OK， 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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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你了，新年快乐，辛苦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赶快去休息，赶快休息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赶快吃啊！谢谢你，你多吃点哦。我以为是你要吃哎，不是，哇，好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拜拜。台中力宝跨年购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丸童、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